等一下，我这边有 PK 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ric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儿。然后最近太阳真的是超级无敌晒，超晒。尤其是你，我前几天被他晒的时候，我多么痛苦，我觉得那太阳是直接这样炸，直接炸在我的身上，我觉得我整个人要燃烧了。可是你不想变黑吗？我想变黑，可我晒不黑啊，怎么办？好好，我超容易黑的。我也觉得最近太阳又大，所以我们两个人色差越来越明显。我是又黑一截啊，然后越来越暗淡。可是男生黑不黑应该没有差吧？我觉得，可是因为很多人跟我讲说，其实他们是喜欢男生黑的阳光或什么。但是我觉得你不是只有黑了，你是有点脏脏的，肤色不均吗？对，你是一块一块一块。比如说你这边就特黑啊，然后你这边不知道苹果肌这边。是光的问题吧？你这样看，你这样看，对你肤色不均。什么？你很严重啊！你平常其实你有擦防晒吗？没有。是吗？我好难过，我一直觉得我是干净的人。那你觉得女生嘞？我是觉得女生就是比较肤色不均，我现在很难过。不要难过，没有差吧？还是有的人会特别喜欢白的、啊。之前在脸书有看到，就是说我们在发光，然后大家在旁边很暗淡的部分。不是这个，好像因为现代人的眼光觉得白就是美。不是吧？那是以前的观念吧？一白遮三丑。现在多少黑美人跑出来啊？对耶，也是。但是我觉得重点美这件事情，就是你的肤色是透亮的，均匀透亮是很重要的。你说白里透红的感觉。对，因为有一些人天生就是黑的，那你该怎么办？对啊，像我，如果你 baby 的时候生出来你是白的，那你现在晒黑了，后天晒黑了，那你当然就可以变白。哦，真可以啊。是可以的啊。那如果你是 baby 生出来的时候，你就是那个颜色。我 baby 生出来的时候就是那样子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以前照。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聊这个？因为我们今天收到了一个神奇的箱子。听说里面是什么美白神器哦？嗯哼，这么神奇？你以为你说美白神器，我就会相信吗？我们都要试用看看喽，好紧张哦！哎，我很怕我画到你。真实的开箱哎，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开过。美体云嫩霜 M， 我们收到了一个是润肤霜，一个是云嫩霜。你们平常会先上哪个？基本上我是会选择哎，如果我现在觉得我自己是有点肤色不均或者是怎么样的话，我就会先选择。可是它不是都是要长期的吗？不会立即见效？只要前一天晚上擦完厚厚的，隔天起来就会很保湿。这么厉害？通常保湿的东西我是这样用，但是美白的东西真的是需要长期使用的。不如我们就先来试试看好了。好，特优评鉴哎，稍稍看这个 QR code 到不到。FG 试调大队评鉴报告。FG 是我平常选择化妆品或是保养品的时候，我会去稍微参考的依据。哦，所以它就是那一类。嗯，来喽，来了。好胖的瓶子，美体云嫩霜。哎，好香哦，你摸看。嗯，还不错。你摸摸看，很清爽，很水。哎，真的耶。它是很水状的质感啊，你这边好黑哦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有凉爽吗？全部都擦下来了。嗯，还蛮爽的。哎，你自己看。我看不到，你拿两只手出来比，有点扯，不要扯，它白了一截，哎、欸，真的耶，很夸张哎，怎么可能啊？怎么那么夸张？怎么可能啊？太奇妙了，怎么可能会这样子？这边帮我再涂一涂，太夸张了，因为你看不到是不是？对，我看不到，但我涂好像这个量，这个量，啊，好多，对不对？太多了，我帮你，啊，啊。等一下，太夸张，太夸张了吧？我觉得这不太可能，我要看一下它的成分。等一下，吓歪哦，它上面有写啦，白皙效果一用见效，但出现色差是因为内含珍珠粉成分，是乳液，所以清洗后白皙感消失是正常现象，必须要持续使用才能真正达到嫩白肌肤的效果。其实跟我想的一样，因为我觉得美白这东西怎么可能你一擦，对啊，它就白了，这也太夸张。所以那是因为珍珠粉。哎，那如果说很像那个对啊，你。化妆品的感觉、啊，对啊，我知道了。你如果平常要使用它的时候，就是今天要参加什么 party， 或者是你、你们女生不是穿那个露脚的、对对对对对，它其实可以拿用哎、欸。如果平常要露腿脚，又有什么疤什么，就立马插上去，这很夸张的，改善脸部、颈部及手脚肤色不均。那这样要卸妆吗？不用啊，因为它如果说晚上洗澡后按摩涂抹，就表示这个是一个保养品。那你骑车你都是晒到这一块嘛，然后这一块白、啊，我们来试试看。你觉得它的吸收度怎么样？因为我擦很多哎、欸，就是你现在觉得它有没有黏黏的？没有啊，白一阶的感觉。但是你当然没有办法用这两个肤色做比较，因为你色差点太明显了。如果说你洗掉你就变黑了的话，所以我们要长期使用之后，我们再告诉大家这个美白云嫩霜的效果。润肤霜其实个人对于美白这部分呢比较还好，因为我本来就是比较晒不黑的体质，但是我很干，所以润肤霜对我来说还蛮重要。要把它挤在手臂上。哎，它的味道其实跟云嫩霜味道很像，它也是比较水状的质地。但是我就有点好奇它的保湿效果怎么样。这边是通常人家比较干的地方，擦完乳液摸起来比较水嫩是正常的，但是它的吸收度是很重要的，我觉得。它吸收多久可以看出来？按
暗，你如果可以把它按进去，然后按到你觉得你的手上没有这个，但如果吸收度差，就是你怎么按你都还是按得到那个东西。我其实买过很多市面上面的乳液，很便宜的那种一大罐，可能才200多块钱，我可能会擦一层厚乳，然后按摩球这样按按一按，它会有血血。顺便去角质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觉得那血血不是我身上的，因为我是洗完澡之后再擦的。它真是每天都要涂的东西，如果要保养。摸。明显吧，还蛮明显的。大家会觉得擦完乳液之后摸起来明显正常，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是正常，吸收度就很重要。那你觉得它这样算好的？很好啊，真的、哦。它就是很水状质地，所以它吸得进去这件事情是可想而知。太阳大成这样，然后我还是打死都不擦防晒衣，我真的很怕那个黏黏的感觉。但我觉得这个 OK， 你看我现在敢这样猛擦，你都不保养吗？不保养。可是你不是会擦防晒油？看心情。我好像要定期擦。对啊，因为你是容易黑的人。好啦，不然我们把这罐云嫩霜交给大人，老师就给我是干人。那我们看大人一个月之后会变白。一个月后见了，拜拜。今天是这个爱玛媒体云嫩霜，还有媒体润肤霜。觉得今天用完，短期效果是不错，但长期就是真的真的很不错，真的很夸张，很夸张。我这个很夸张，你摸我的，我也是刚刚在跟他证实我是干人，本来手肘比他手肘还干，对，真的比我干，这很夸张，所以短期效果真的很强哎。但是我们长期效果，反正你们也会看我们的影片嘛，你就自己看这个人有没有跟我肤色越来越接近。那我们还要好好来保养，那我们就把它带回去用喽。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一个月后见，一个月。嗯，中间不会上片，没有啦，中间上啊，你们就自己看我们的变化。但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跟分享哦。没错，拜拜，拜拜。